霍思燕、杜江、恩恒一家三口现身机场。只见霍思燕、杜江夫妻俩均一身休闲装扮，霍思燕戴口罩、黑帽，十分低调。以6岁的恩恒坐在行李车上，并不时跟杜江互动，非常呆萌可爱，不时对着镜头卖萌，十分调皮搞怪，一家三口十分亲密，羡煞众人。